其实我刚刚经过，我真的是不觉得它是一个咖啡馆哎，真的，因为是旧式的建筑物嘛，而且它是旅社。那今天我们来到怡保的这一条后巷呢，就是经过一番的打理之下，变成了另一条大家可以来打卡和购买小心思的地方。我觉得我会在这里发现很多东西，然后我还发现了这个大富翁。但是如果是把这个套套呢拿下来呢，它是一件拖地的。